每天五道题，用所给词的适当形式填空。One, there are many 什么 on the farm。本题有两个考点：一 ，many 这是许多，意为许多，后面要加可数名词复数，后加可数名词复数。第二，这是第一。第二 ，sheep 是一个单复同形的词，它的单数、复数形式不变，所以 many 后面直接加 sheep。Two, look, the girl sing。考点 ，look 是进行时，现在进行时的标志词。那么看到它，我们又会想到进行时的口诀，主语放句首，be词跟在后，现在分词跟着走，所以这里边添 singing。 那么有的小宝贝经常添到这儿就完事了，别忘了我们还要加上 be 动词， the girl 是单数，所以这里用 is。 3. John always 什么 breakfast at 8， 考核 always 是一般现在时的标志词。我们会想到三种句子结构，第一，主单三加上动单三。好，主非单三，也就是主语不是单数第三人的时候，我们要加动员。第三种就是主加 be 动词的 am, is, are。 那在这里边这是实义动词，主语是单数第三人称，我们要选择第一种情况，动单三， have 对应的单数为 has。For Tom 什么 Canada next month， next month 这是一般将来时的标志词。那我们确定了标志词，想结构一般将来时的结构，主语加两种情况，第一种 will 加动员，第二种主语加 be going to 加动员。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添 will go。5. Jim 什么 begin to learn Chinese last year， 确定时态， last 是一过的标志词，那么我们又想到它的结构为主加动过或主加 was were， 就这两种结构。 begin 开始是实义动词，它对应的过去式为 began。